八卦掌六十四说的第八集，也就是最后一集的八首，叫"四龙取水，怀中抱月，仙人博米，罗锁西中，张飞片马，片旋两门，风人披掌，孤雁出群，怎八首？"我演练一遍。 四龙取水，这第一种。他做的是一个穿掌动作，也是一个俯穿掌。所谓取水，就是奔对方的眼睛。第一、二、三。 第一，腕回西手，前面的掌向后吸，后边掌向前穿，这叫俯穿掌。后边手向前，前面向回后，是吧？一、二，上步又一穿，这叫四龙取水。主要这几个手。 都是裸穿，裸穿，穿的目标是对方的眼睛取水，所以一定要求五指各分，力须到之。穿的时候要以肩吹。 首先，啊，力要从根起，啊，一个是要后步要蹬，啊，食指要用力，裸穿也是挽推，意思就是一样，这是四龙取水。 怀中抱月是两个手，手臂向外，从外向里端起，这是一个从外向怀中，向自个儿这方自己的一方和上，这么两个方向啊，一个是从底向上抽。 怀中抱月是，哐抱起来，仙人摸米是扔出去，啊，扔出去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掌心要用力，四龙取水，怀中抱月，仙人摸米。 下面一个裸手戏珠，裸手戏珠，这个珠也是就是一个也是奔眼啊对方的眼睛，怀中抱月，仙人摸米，阵脚这一裸手，所以说这个。
手各的部位和它的离这个你的这个手的长远距离要适当，就是正好对方，这是对方的一个手在这儿呢，所以有的时候练的搁这儿不对，太远了，对方没有那么长的臂，所以说一定要是对面是有人挪到这个位置，阵脚下落跟对方的眼，下面是掰步，掰步插花手，张飞片马有一个片马动作啊，插花手，这叫奇袭啊，插花手起片马动作，片马动作，这是一个插花手，这个手运力要运在小指一侧的掌部啊，这个侧掌，这有一个红，这画一圈，这一云手似的，当，左手裸，右掌，这叫片，啊，也可以是削掌，啊，一个削掌，这么一个片掌，这都是在掌法里都叫削掌啊，正的削，反的削，哎，所以这个做的时候是插花手提片马扣步，那个这就叫片旋两门，插花手，张飞片马，这样片旋两门，力在小指一侧的侧掌，翻身掰步劈砸溜，这个总体掰步的一个回身的一劈一砸一溜，这一个组合叫风轮劈掌啊，也就是片马动作以后掰步下砸溜起，屋院出勤，这是一个上托的动作，上托和向前推，演示一遍，老宗托钵启示第八堂。四龙取水，怀中抱月，仙人拨米，裸手戏珠，张飞片马，片旋两门，风轮劈掌，孤雁出群，长腰要啊，来做一遍。四龙取水，怀中抱月。仙人拨米，裸手戏珠，张飞片马，片旋两门，风轮劈掌，弓月冲群，盖掌扣步，恢复原来的老宗坐坡起势，收势。第八节，八个动作的分解的用法。第一个啊，四龙取水，刚我讲了，四龙取水制，一推一挽。也是几个穿掌动作，它的目的是奔对方的眼。好，对方伸来手时，裸三几个掌，左右循环，穿的目标都是对方的眼。啊，对方进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，他随意接他的手时，都有一个是拧裹上钻的动作。啊，
完了是吧？啊，哎，再做一个慢啊，一、二、一、二啊，几个是？你是逃脱我这手，我这手上，你用什么我这是这手上，这就是八卦掌的穿掌啊。所以八卦掌的穿掌做起来的时候，都是你一动，我不跟你对抗。你的手来了以后，我让你下去，你这手一来，我交替换上，啊，你要是外的力，我就顺便走，啊，你一推我，我就转，哎，所以说你一用力，我就旋，你看，很简单，就是说你有力，你看，所以说，第一个，这叫。四龙取水，就是几个抚掌的穿的时候，就是交替换上，啊，挽，推，上步，怀中抱月，就是对方一般对方双手抱着我或是拉住我腰部的时候，可以使这个怀中抱月，啊，这怀中抱月从下往上做一个拦截他的反关节，让他要是高，我让他就是更高，拖住他的反关节，也就是说的中节，你这么弯成让你这么弯你就不行。所以武术动作里头很多动作都是抓打擒拿摔啊，这尤其这个拿法就是反关节，所以这个怀中抱月就是反关节卷起来，把手让它插住的地方上，别让它逃跑，卷起，顺冲，这个动作是连续的，怀中抱月接起先人不明，就是扔出去，当时随机应变，真是扔出去的时候，不见得就是我非要这么走，也许我这往旁边闪，往左右偏，都可以，那就根据对方的力和你的手感，这叫怀中抱月，先人不明，裸手戏珠，是对方我出的手，对方他握住以后。顺势，这是奔他的眼穿。好，哎，上头也欺身啊，也要判，速度要快啊。张飞骗马，张飞骗马的时候，是一个有一个。上面的动作是一个，刚刚我讲了一个嚣张，左右的嚣张，就是提膝，同时有个提膝动作，对方的手来了以后，你看，这就一个茶花手，接着手他有力，你看，他这慢动作，你看，他有力，他是外走的力，索性让他走。修他的劲，他这一推，你看，这又一个修劲，这就反的，一左，一右，一左，所以这一插大手一插花就奔着去，这一趟就，所以变化要快，手感要好，打手奔着去，一推，你看。当然还有很多种就是下压动作，这叫张飞骗马。同时，张飞骗马在单手做的时候呢，还有个提膝动作，就是说打手，你看，你提膝动作，说是骗马的一个动作，实际就是要是膝撞，膝撞，
所以，七和肘的用法，在武术里头，这个攻防运用它是比较危险的手，啊，这叫，现在这个叫，啊，张飞片马，片旋两门，还有风轮劈掌，风轮劈掌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后边来的时候，你后边进攻的时候，我。 在背面上，扣步，这叫劈，啊。打的时候，扣步，劈，劈他的中节和他的小臂，砸，靠，这是一个风轮劈掌。如果要不转身的，就是说，你上手的时候，劈，要腰部，要胯部闪正中。 劈，砸，靠，啊，单练这个劈掌，就是这样。劈，砸，当然砸的时候，这个砸他的反臂啊，啊，这一劈，砸，靠，啊，靠的时候啊，要身体要前，同时把这手就撒了。 就不能老攥着你的手，不撒手，那不对了。那就是风筝劈掌。最后一掌叫孤雁出擒，孤雁出擒什么？往前送。啊，这是一个托对方腋下，躬身向前推雁。 你看这，这一打手，中节托住对方的中节，同时左步绊住他右步，向前推。嗯，再做一遍。啊，推，嘿，好，这是八卦掌。 64手，第八趟的八个式子的对手技击的讲解。64手就给讲到这里。